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4面，224面，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从第四。诸法相继自在门，这是十玄里头第四门。上贤相容，此表相继。前面第三是一多相容，接着呢，我们看诸法相继。这个意思的非常之深啊，特别是相继这一条，敬意华严是注品，敬意是最早翻译的，35000宗。60华严啊，十住品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文：一劫是多，多劫是一。华严在中国3次翻译，如果论文字，翻得最好的是60华严啊，但是说得最详细、最清楚的就是80华严。40华严最后到的真元年间只有一品，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品是完整的，没有欠缺，非常难得啊，入法界品。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个现代量子力学家所说的我们就很容易懂了。那一是什么？一尘，佛经上的名词啊。那么科学上的名词呢？一个细胞，一个原子，一个夸克，一个小光子，一多是什么？里面有世界，有全世界的。不但是讲资讯能量，连所有一切物质环境都在里头。啊，真的是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一多不二啊。那么这个地方举的比喻啊，譬如水与波，水是平静的啊，波涛是动的，起伏不定，有小浪，有大浪，有巨浪啊，起伏不定。可是波跟水是一不是二，但是相呢，相是两种不同的形式啊，一个很平静，一个是波动。以水呢比喻一，以波啊比喻多，波即是水，水即是波，彼此相及而各自在。啊，风平浪静的时候，可能看到水；起风的时候，我们看到波浪。啊，波浪跟水一点也没冲突，
这个里头显示还原观上四德里头所说的随缘妙用啊。啊，水能照，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能把外面境界通通照在里头，波就不行了啊，波就不能照了，照的作用失去了啊，它的相是动荡的波浪，啊，那么各有各的作用。彼此不相妨碍，相即自在。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大约吧，是由多少细胞组成？好像是50兆吧，这细胞组成啊，细胞很大了。这每一个细胞呢，它都有联系啊，真的像一个网络一样，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都互通信息。啊，物质的现象是一个波动现象，这个波是非常非常微细，我们不能觉察。啊，它要是起了大风大浪，那就不正常了，这细胞就带了病态了。啊，正常的我们没有感觉到痛痒啊，不正常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既然互通信息，就有一体的关系，就有此地讲的相契。但是每一个细胞都是独立的。啊，显示出它自在。如果这个细胞再把它分析，就分析成原子，这一个细胞是多少个原子组成的，每一个原子也是独立的啊，但是它们当中的联系非常密切啊。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跟佛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相近了，这么小的物质里头有全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通通在里头。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普贤菩萨，那我们就晓得八地以上他们都能够进入微尘里头的世界。啊，相即自在呀！啊，他能入其他的细胞，其他的细胞的时候也能入这一个细胞。啊，这当中没有障碍。但是一个一个的时候，这个个体的时候并没有破坏那么这些奥秘，即宇宙的奥秘
人体的奥秘，现在科学家发现了，这个是自信的心得，发而入世啊！里面并没有人控制，也没有人在支配啊！心得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佛用个法尔，我们一般人讲自然，法尔比自然还要自然啊！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要问他的道理，因为他是一体。啊，在真正觉悟的人，就是心里头不起心不动，不动念，不动不动念头的人，他就很清楚，啊，统统能接受得到。起心动念迷了，经常告诉我们一句话，叫觉心不动。我们是要觉还是要迷？迷的心是动的，觉的心是不动的。懂得这个道理，才知道禅定的重要。啊，修行，特别是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无量法门。同而言之，全是修禅定。把这个心定下来，所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效果是一个，都是把心定下来。定下来之后是一样，无论用什么方法修定，在禅定定中境界完全相同。啊，那我们是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修定啊，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修定的方法，没有在定功上去用功夫啊，所以念这句佛号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分别执着，这效果完全没有了。怎么样才能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禅定啊！万缘放下，你看念佛堂堂主这他的口头禅，时时刻刻教主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专注阿弥陀佛，这不是修定吗？我们今天念佛没放下了，还有起心动念，还会受外头境界干扰啊！所以念佛不能得一心，四一心不乱。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九次谛定，阿罗汉所证的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里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功夫成片，这是念佛功夫里头最浅的，但是只要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除了佛号之外没有杂念了，就全放下了，这才能成片。成片生凡圣同居土
啊，念佛还有杂念，就没成片。念佛没有把握往生，那完全看你的运气。你临终最后一念是不是想着佛？如果想着佛，能往生。啊，临终最后一念要想别的就完了，就六道去了。啊，那个一念太重要了。啊，谁有把握能说临终一念我念佛好？平常都这么想，到时候自己做不了主啊。所以功夫一定要在平常把它练成啊，走的时候才有把握。古大德教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睡觉都会做梦，梦中能做得了主，大概最后一念呢，自己有把握。做梦做不了主，说明你的烦恼习气那个能量很强，你扶不住啊，所以你做不了主啊。啊，这也是一种考验我们功夫的方法。通过这样的考验，那我们就一定要提高警觉，要高度警觉。对，不放下不行啊。啊，七情五欲哪一个重，就先从哪一个下手。啊，贪民众的把民放下，贪财众的就把财放下。啊，贪嗔痴慢疑都找最重的，先从这下手。啊，重的能够放下了，其他轻的就很容易。真的要真干呢，不真干不行啊！啊，真干是真有效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宋朝迎客法师的例子，真干了 啊！这是个出家人，破戒、犯规。啊，造地狱业啊，好在他头脑还清楚，知道自己造的是地狱罪业啊，知道自己死了来生一定堕地狱啊，这怕地狱苦啊，这给他带来高度的警觉性啊。啊，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可以能救救自己。啊，拼上命念佛，时间不长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居然把阿弥陀佛念来，那什么，至诚感通。他是真诚心啊，他不是妄心啊。啊，我们相信念念佛号里头没有杂念。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但十年之后你寿命到了。阿弥陀佛说，我来接引你。这就等于受记了啊！可是他很聪明，
他跟佛说，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为什么呢？他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没有把握。我在十年当中再活十年，不知道又做多少错事，自己没把握。啊，佛就答应他了，告诉他好，三天之后来见你。为什么不当时带去？要过三天，当时带他走了，他自己得利了，众生得不得利？不知道啊！啊，说这个法师，你看看，关到疗房念了三天佛，死了，大家不都这么说吗？啊，他告诉他的时候，我三天后，他门打开，向大家宣布，我三天往生，让大家看到他真的往生了。这个度多少人呢？不但当时人得度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受感动啊。啊，这就是，这是利他了，自利利他了，现身说法了。啊，佛家讲三转法轮，他是做正转。我给你做证明，你看看真往生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来说，这往生不难啊。啊，难在哪里呢？就是难在放不下，就难在这里。啊，可是时时刻刻要警觉，我如果不放下，将来就堕阿鼻地狱。那么你前面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阿鼻地狱，你选择哪一条路？啊，这样逼着自己啊，才真正提高警觉啊。地狱不是开玩笑的，苦不堪言呐！啊，一定要晓得，这个机缘不容易得来。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特别是净土法门，又是难行之法。啊，这个机会错过了，想再得到这个机会，不知道到哪一劫去了。那么你要在轮回里头受多少苦？啊，你得多想一想，把这个事情想通，然后你再晓得这些虚妄的东西不是。啊，带给你无穷无尽的灾难。啊，你能够把它放下，那你从今而后永远离开一切灾难，永远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你去做佛去了。啊，极乐世界的环境，这部经上介绍的很清楚啊。到哪里去找啊？下面引用大书啊，华严经疏钞，如金与金石而不相离。金代表一，金石代表多。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金跟金色分不开啊。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过过随类解。啊，这是用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
佛在讲台上讲经，特别是在极乐世界，我们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确实三杯九品程度不一样啊！啊，还有上中初三个班。那上课呢？上课在一起。程度参差不齐。那程度高的有化身菩萨，有等觉菩萨在做，那中等程度的有声闻缘觉，啊，这个初级班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程度也不争气啊。佛说法每个人都听懂，这个是个奇怪的事情，不可思议啊！喜欢听华严的，你坐在那佛所讲的全是华严经；喜欢听法华经的，哎，他听的他就是法华经。佛以一因而说法，而每一个人听的都很习惯，好像是我们自己的言语啊，都能听得懂，一点障碍都没有，不需要翻译佛是如何能这样圆满的恒顺众生。这里头什么个道理？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啊，经上常讲，这种能力是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啊，祖师常用这句话。无量功德是什么功德？啊，好像很笼统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他真的是说尽了，说得太圆满了。无量功德，功德是称心啊，只有称心才真正无量。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信呢，所以佛菩萨的智慧的能，我们不需要羡慕。为什么呢？现成的，人人都有。佛说得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阿弥陀佛有，一切佛都有，所以你也有。啊，为什么现在你有这么多障碍？障碍从哪来的？从妄想来的，从分别来的，从执着来的。啊，大乘教里面，说妄想无明烦恼。说分别叫尘沙烦恼，说执着呢叫见思烦恼，对，三大类烦恼，每一类的烦恼是无量无边的，无尽无数啊！那念念迷了，都迷在烦恼里头啊，所以信德有。不行，
底下一段讲，隐秘显了，不显，隐秘了。啊，不是没有啊，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放下了，自然就现前。啊，智慧不是学来的，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从清净心、平等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啊，是你自信里头本有的。啊，所以佛陀的教学不是教你光学的文，啊，是教你见性。见性之后，你的智慧就圆满了。神通道理样样圆满，啊，相好光明。一定要知道回去，回归自信的。在净土里面，自信就是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就是回归自信。啊，不要再流浪了，不要再迷失了。啊，看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给我们表演的，那是我们的本能，那是我们的心得。啊，这是说言语音神啊，有情个个随类解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又能现意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佛现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每个人见的不一样。啊，烦恼越轻的人就见得越清楚越殊胜，烦恼重的人啊，看的是普通人相。早年圣依法师告诉我，好像那个时候大陆还没开放啊，他们是香港人，到大陆比较方便啊，两个法师啊，岳豪国内一位法师，这三个人，岳豪就朝五台山，在五台山的梵音洞啊，听说这个地方观音菩萨常常示现啊，三个人在洞门口拜观世音菩萨，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真出现了。三个人都看到了啊，非常欢喜啊，导游催他们赶快离开啊，所以他们在那里逗留时间有限啊，离开之后在路上啊，三个人彼此问，你见到了，都见到了，你见到是什么样子？三个人见的不一样。
啊，圣依法师看到的，全身是金色，戴毗卢帽，就像我们看到地藏菩萨那个像。啊，是观世音菩萨。啊，金色的。啊，另外一个法师，也是香港去的一位法师，见到的像是白衣大师。像我们看到白衣观音是个女的像。啊，大陆上的一个法师也见到了。他见到是个出家比丘像。啊，是个出家比丘，三个人都见到不一样啊。那么我们要问，世尊说法有没有应身？你说没有应身，所以才能变现一切应身。佛菩萨现象有没有现象？没现象。啊，完全是众生感啊，佛菩萨应啊。随类化身呢？不是佛在化身呢，是众生心里面想什么，他就想什么。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楞严经》上说的，说的真好啊。啊，那什么？那是心德，圆满的心德，随心应量。所以，一切众生见佛菩萨像都不一样。啊，我们人见诸佛菩萨的像，哎，是人身。啊，相貌的端正庄严，与我们的心有关系，我们的心清净善良，就会见到很庄严的样。啊，随着我们念头见的不一样，闻法也如是。如果畜生见佛菩萨，佛菩萨现的像是畜生像。啊，恶鬼道见佛菩萨现的是恶鬼相，同类身呐，他才能接近呢。不同类就不能度化，一定现同类身。啊，于是我们就晓得。这个世界是我们讲动物，有没有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肯定有，畜生道有，恶鬼道有，地狱道也有。啊，为什么知道有？因为堕落在这些道的众生，以前在人道曾经闻过佛法，曾经亲近过佛陀的教诲，啊，只是迷而不觉，有意无罪，无意造作一些罪业，堕落在三途阿赖耶里头，有佛的种子。啊，堕落之后，那个种子力量很强，他还要求超度，这一念就能见佛闻法。
啊，烦恼习气非常重的，就是虽然错了，死不承认，那就没办法，那他就见不到佛，悟不到法，啊，他必须在地狱里头多受几年罪，什么时候受苦受尽的时候，不想再受了，害怕了，佛菩萨就来了。啊，只要没有回头认错的心，他见不到佛菩萨。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人无论造什么样的重罪，只要认错，只要后不再造，就是真正忏悔。他跟佛的缘分就接上了。这个下面说业名也说明了，业因中有一切因，业身中有一切身。这是相继自在，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多皆是一，一皆是多，如水与波，一水多波是相继自在之意。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又经中啊，我们这个经里头，无量寿经上，歌叹佛德品，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啊，何为一化？啊，无量菩萨了啊，在空中散化，可是花自自然然的。合成一个图案啊，也有一个图案，花就向下断缘周匝了，化成花盖啊，花盖就成一个，一个花盖里头有许许多多的花，这多花成一花，故多即是一，一花里面含多花，故一即是多。所以诸法相即自在这个学门，无量寿经的是有，无异于华严呐。下面第五门，隐秘闲聊居城。啊，大俗人若片月成空，慧明相并，盖指隐处具显，显处具隐。啊，夜晚我们看月亮，月亮在空中，啊，月光照见的地方明亮啊，照不到的地方啊，就阴暗。啊，阴处有闲聊，聊是明了。啊，闲处呢，闲处也有阴的。这个意思也很深，实际上呢是隐形俱成，
我们是凡夫，我们看一切色相，这个现象是法相啊，法相很明显，法相没有离开法性，法性我们看不到，法性就变成隐秘，法相就变成显了啊，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体相作用是一二三，三二一啊，永远不能够分开的啊。明心见性，他见什么？他在相上见到性相是假的，性是真的，相是千差万别，性是一个，没有丝毫差别。所以古人讲，一些精作气，气气皆精啊，将精比喻作性啊，将气比喻作相啊，用黄金做个戒指，做个镯子，做个项链，这是相。那如果你着相呢，着相性就忘掉了啊。我叫你拿个项链来，你会拿来啊，拿个戒指来，你会拿来。我如果不说这些名词，我说你把几黄金拿过来，他就不知道了，不晓得哪里是黄金，他不知道这个全是黄金啊，所以着相把心就隐秘了，就不见了，其实他其实都在你面前啊，事实真相是如此啊。发心在哪里？发心遍在一切处啊！啊，它变成发相了，现象永远不能分的。啊，所以隐处具显，显处具隐。心地清净的人见到，凡夫见不到。本经离佛现光品，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住佛国皆悉明心如初一旬啊。这是佛光，借着佛光把诸佛世界显示出我们看见啊，看得很清楚。一旬是八尺，不到一丈，好像他就在眼前。佛光是显了啊，啊，佛光普照之下了，诸佛世界本来是隐秘的，现在全看见了啊。又乃至泥泞，这是地狱、溪谷、山谷、小溪，幽冥之处
悉达开辟，皆通一色。不但诸佛刹世界你看到了，在这个世界里面，佛光所照出来，连地狱，那地狱能见到，当然魔鬼畜生全见到了，山河大地借着佛光见到了，佛光遍照。佛光是属于心得，没障碍呀。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眼能见度非常狭窄。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个光波是一定的，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听音声也是如此，声波高的声波听不到，低的也听不到。非常之小。如果我们把障碍去掉了，宇宙之间什么样的光波我们都能见到，这个世界马上就改观了，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音声都听到。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一点障碍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六根本能完全恢复了。我们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把本能呢大部分都障碍了，道理在此地。佛陀教育没有别的，是教我们恢复本能，本能完全恢复了就成佛了。佛有没有给我们什么？什么都没有。佛说的好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啊，你的智慧德能神通全是你自己有的，你恢复而已啊，不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到那学得的，不是自信的本能。六祖能大师说的很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一样都不缺，你样样都圆满。佛教我们恢复本能。本能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全是假的。本能里头本来具足的样样是真实。为什么？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中观论上讲的八部统统具足。下面是比喻，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洋浩瀚呐，为见大水。这个比喻很可怕。我们现在看的这种世界，如果有一天海水上升，这山河大地全部都淹没掉了，你所看到的大水
其他的都看不到了。这样，唯见大水啊，比喻相继也。一佛光明啊，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这下面说了，表一切法，即于佛光之一法。啊，这一法，这一法就是佛光。显而一切法具隐，这隐显具成啊！啊，第五玄门之相，一法显，一切法隐。我们今天讲十法界。这个意思很明显，我们在人法界啊，没有开悟的人都有十法界，我们在人法界其他九法界隐了，隐迷了，我们生到天了，天法界显了，人法界也淹没了啊！不是没有啊，统统存在啊！啊，我们能不能同时都在十法界呢？可不可能呢？这经上告诉我们，自性是一个，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自性。这个自性它的功能是圆满的，而且是无障碍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可能呢，不是不能呐。啊，迷的人不能，为什么？迷的人有执着，啊，他老执着这一个身，执着一个身就不能分身。你就没办法化身啊，虚脱还就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他知道身是假的，所以他破了身戒，没破我啊，果执没破啊。到什么时候破我执呢？到阿罗汉啊，阿罗汉以上，我执破了，我执不破，不能证阿罗汉。所以须陀洹执破身见，不执着身是我。啊，他会执着什么是我？灵魂是我。身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啊，灵魂跟法性实在讲是一不是二，是在两种不同状态之下产生的现象。啊，法性呢是觉悟，灵魂是迷惑。
啊，所以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谈这个问题，他老人家常说灵魂这两个字名词实在讲有问题，他不灵啊，他要灵他能投到出生到投胎吗？不可能的，他要是灵他怎么会到地狱，怎么会到恶鬼道？啊，善于就是佛法里人叫迷魂是对的，他迷而不觉，啊，这是真的。中国古人在《易经》里面所讲的，讲得好，这李老师很赞叹的。《易经》里面讲游魂，啊，游魂为变的，精气为物啊。啊，游魂是，它是个动荡非常不稳定的，而且速度非常快。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看到有很多附体的，啊，附体说到了，他们没有身体，啊，他们是灵魂，他们的速度很快，我们这一想他，他马上就来了，啊，不管是几千里路，你只念头一动，他就来了，啊，所以你请他们吃饭，供养他们。你这一请他就到了，啊，速度太快了，他没有障碍，啊，游魂为变的，这个游字好啊，用得好啊，啊，如果见性了，见性就是性得起作用了。你在设法界可以同时现无量身，那像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同一个时间，那一千处一万处无数处有感，他同时能应，应的时候现种种不同的身，啊，因为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啊，我们能想到啊，我们在因地无量劫来，在这个六道里头，生生世世跟多少众生结过缘，啊，这个缘里头有善缘，有恶缘。啊，只要是有缘的众生，跟你就格外的亲切。啊，他有困难的时候，起心动念呢，求佛菩萨帮助，这个信息你立刻就收到了。啊，他想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你就能现观世音菩萨，他求地藏菩萨，你就能现地藏菩萨，他求鬼神，你也能现鬼神的神，随他的愿呐。啊，化身菩萨有这个能力呀，啊，阿罗汉、辟支佛都有，范围没这么大。啊，化身菩萨真的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现身，啊，随心应量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真的不是假的。啊，我早年在台中
求学。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那时候真叫家破人亡。啊，好在国家有个政策，国家办中学，啊，收容我们这些流亡学生，无家可归的。啊，我在贵州第三中学，国立第三中学，啊，校长周邦道先生，夫妻两个非常仁慈，啊，对待学生比对待儿女周到。抗战也有一些救济的东西，总是先分学生，他自己的儿女在最后，多下来的时候他们分到，分不够的时候他们没有分。我们对校长对老师比对父母还要尊敬，不然他真爱护我们，真照顾我们，真是用心。啊，我们同学之间跟兄弟姐妹一样，真的是相亲相爱，互助合作。啊，那是个大家庭啊。啊，老师一生清廉。啊，到台湾，他还曾经做过官。考试院的政务次长，啊，公家配给他的汽车，啊，家里面是给他装的电话，他那个车不是公事，他不坐，为国家省一滴汽油，啊，私事的时候，他坐公共汽车。电话不是公司，不能用公家，用公家电话。啊，别人打进来可以，不可以打出去。其他儿子跟我说，说爸爸是个怪物啊。他说这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啊。他装的不就是给你用的吗？怎么分得这么清楚？公司分得这么清楚？啊，我们看的真的是找不到第二个啊，分得那么清楚，那真是个清官呐！啊，热心帮助一切人。啊，他的夫人，我们的师母，抗战胜利之后复员了，他们家住在南京，南京的房子很大，啊，我去看过一次，大门进去之后是庭院，啊，有树，很多树木，在第二道门进去，第三个才是他的客厅。啊，这大家庭的啊，师母给我们讲个故事。啊，有一天家里也是没有人，啊，突然出现个和尚。啊，在客厅里面看到了，问他从哪来的，九华山来的，有什么事情，化缘的，要什么，五斤香油，啊，师母没有给他，那时候他不幸福，这个后人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豁然觉得，
我家里三道门才能进来，没人开门他怎么进来的？走了不见了，也没有人给他开门，他到哪里去了？这个疑惑一直就好多年。以后到台中听李老师讲经，晚年嘛学佛了，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那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呢，非常后悔呀，无尽相由干啥啊？真的啊，四母一生人真诚，不会说谎话的啊。他跟地藏菩萨有缘，所以从此以后就念地藏经，念大悲咒。哦，他的经咒非常灵，不但能治病啊，而且能度众生。这是个在家居士，往生的时候，火化300多个舍利，这稀有啊。啊，就这真事情的，不是假事情啊！说佛光大，佛光之下的时候，菩萨有光，阿罗汉有光，那个光小看不见了。啊，就是佛光能够融菩萨阿罗汉的光明啊，菩萨的这佛的光显了，菩萨阿罗汉的光就隐秘了，隐秘在显了之中，那才具成。啊，所以一法显，一切法具隐。啊，事实真相里头有这种现象在。第六呢，微细相融安利门。大疏曰：如琉璃品，成多戒子。啊，琉璃品，现在讲玻璃品，古时候没有玻璃。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玻璃就是现在讲的琉璃。啊，就是水晶。啊，成多戒子，戒才子，戒才子很小，以上过门，贤明啊，广狭无碍。一多相融之意，这像前面所讲的五门啊，都不超过广狭无碍，一多相融啊，这是诸法实相。那么今此第六门根治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涵容一切诸法。这就是小中可以涵大的啊！所以借此那须弥，借才子很小，能把须弥山装在里头，须弥山没缩小。戒才子没放大，自自然然戒才子里头就有须弥山。啊，一毛一尘，毛是我们汗毛，汗毛的尖端，这叫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
一境中啊，应现万象。这是微细相融。现代的科学发展到我们日常看的一些相机啊，电脑里面的晶片啊，大小这是小指甲这么大，里面呢容量很大了，可以容纳一部大藏经啊，一部大藏经加一个小晶片，啊，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了，不可思议了。佛经上告诉过，一毛一尘比我们这指甲小太多了，它能容整个宇宙，整个宇宙的信息形象统统在其中。啊，那么这些科学技术跟佛经上比还差很远了，所以佛教就变成高等科学了，那可能是最高的科学啊，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华严经上讲的真好啊，那一毛一尘之中啊，无边刹海。刹是佛刹，一个佛刹，我们假设吧，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多大呢？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一个佛刹啊，因为一个佛刹了。是三千大千世界，他先讲单位世界啊，单位世界是单位世界是银河系，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这叫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叫一佛刹，无边刹海啊，用海做比喻，比喻广大，佛刹有多少呢？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这么多的佛刹的时候，在一毛端里面，在一微尘里面，这是无法想象的。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华严经》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啊，经文里还告诉我什么人能够到微尘里面的刹土，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做代表，于是我们就联想到了经上佛常讲八地以上，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有这个能力。那么这一微尘里面有无量佛刹，每一个佛刹里头又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每一个众生都还有微尘，有毛孔，那个里面是不是又有无量无边佛刹？是的，
重重无尽，这科学真的做不到啊。科学能够发现的时候啊，一微尘里面能容纳很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相信啊，这一粒微尘里头有这全宇宙，一个信息都不漏，一个物质现象都没有丧失，全在这个里头，已经是不可思议了。那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我们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内，没有内就是重重无尽。可见呢，这个境界，我们古老的祖宗知道啊，要不然这个话他怎么说得出来呀？所以我曾经问过李老师，我说我们中国那些老祖宗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才来的？李老师回答我一句话，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如果不是诸佛如来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变成我们老祖宗，他怎么能说出这个话？这个话是《华严经》里头境界于是乎我们就了解了，就像李老师所说的，理上讲得通，这世界上每一个族群里头的老祖宗都有佛菩萨化身在里头所以每一个族群里面留下的东西都非常珍贵，它不是迷信，里面有很深的道理，都不是假的。这是最近这30年来一些科学家发现了对于古老的族群他们留下来这些文化不可以侵蚀，那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下头还有一句，一切诸法呢同时涌现，如意镜中隐现万象这都是在一毛一尘里头，不但现象，里面还有活动一丝毫障碍没有普贤行愿品云，一尘中有尘素刹，一粒微尘当中，夜夜刹中有难思佛，佛太多了，不可思议于一毛端即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未来也出现在里头，这说明什么呢？时间空间不是真的时间空间要是真的，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出现，就时间空间不是真的换一句话说，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时间和空间，这种现象才会发生这都是所谓不思议的境界
者定心自疑啊，经本经即功雷德品，为法藏比丘于因地身口常出无量妙音，又如旃檀，又波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理要有钱。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没成佛，没有成佛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身口常出无量妙想，这个妙想是指什么？法音啊，为一切众生呢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是与性德相应的事情，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具足性德啊，性德里头确实有色声香味，啊，就像现在江本胜博士水实验里头看到色香啊，音声没听到，香味没闻到，要怎样能把这个香味啊，声香味都能够感受到，那就不是一种单纯科学方法，单纯科学方法做不到。啊，那用什么方法呢？要用心灵的方法。啊，也就是用心理的方法，不能纯粹用物理。用物理只能看到色相。啊，用感应的方法，就会发现。啊，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大喇寺的时候，晚上月光非常好，我们在陈大川家里啊，在院子里面谈佛法啊，忽然有一阵异象，在座的每个人都闻到香从哪里来啊，说不出它是什么香，而且时间很长，差不多有四五分钟的时间，不是短时间从来没闻过啊，不是一个人呐，每个人都感觉到很好奇怪呀。像那一天，有蔡局在，好像葛光明他们也在，啊，这感应，我在佛法里说。可能是天人啊，或者是菩萨，
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们在谈佛法，很欢喜，在那里停了一下，啊，这香气你们闻到了。世俗人也会有这个，那多半是天人啊，天人心地慈悲善良，你是个善人，在这个里面谈一些伦理道德，哎，他们从这经过的时候看见欢喜，也停住一下啊，就有这种感应啊，所以这是发藏比丘啊，因地施厚啊，啊，我们能相信，能肯定，啊，身口常出无量妙相。这底下这比喻，好像旃檀，啊，旃檀我们没见过，只听书里头有记载。啊，优波罗花，这都是非常稀有的。优波罗花，有人说像中国的昙花一样，开的时间很短，都在半夜。啊，而且一开放，几乎很快它就谢了。啊，昙花开花的事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花就谢了，都在半夜啊，很不容易看到。那么法藏比丘身有相，口有相啊，这个相呢，普熏无量世界，从这一句我们就晓得人家修行的功夫自然感应的啊，为什么呢？自性里面有啊，本自具足啊，我们的心行要跟自性相应了，这个现象就会出来啊。那么这也是修行一个很好的勘验测验，我们到底功夫到什么程度啊。真正修行人在香港，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那一次我在香港住4个月啊，申请香港给我4个月的时间，我就住了4个月啊。这边同修非常好，1977年每一个星期带我去玩一个地方，所以香港拐拐舅舅的地方你们没去过我都去玩过啊，每个星期一天大家带我去参观光旅游啊，不耽误讲经，因为讲经都是晚上啊。我去看过虚云老和尚住的这个精舍，我去参观，他们把虚老和尚请到这儿来，听说老和尚住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说香港这个地方不能休息，染污太重了，老和尚不愿意在这住，回到中国去了。那虽然住的时间不长，
这边人也真有福报，跟老和尚见面了。啊，他们说老和尚身上有一股清香，啊，老和尚不洗澡，也不剃头，啊，所以他的头发很长，听说一年剃一次。啊，衣服穿得很脏，领子上都是黑黑的，都有这些尘垢。啊，可是你闻闻看，很香。啊，身处妙想啊。不一样啊。啊，法藏比丘的功德大了。在这个本经上记载的，他遇到世间自在王佛。古大德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身菩萨了。啊，他以过往的身份出现。啊，然后舍弃王位，出家修仙，就是法藏比丘。啊，这个大国王。啊，菩萨来实现的，不是凡人呐！啊，所以他的身口这个香气能普熏无量世界，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钱。啊，是不是真的变现这些东西呢？不是的，这些话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就密意在其中啊。释迦如来当年在世，啊，住世80年，中国人算虚岁。80年，讲经说法49年。我们要问，释迦世尊身口有没有常出无量妙想？肯定有啊。我们人没有闻到啊，诸佛菩萨闻到，声闻缘觉闻到，诸天天神、天龙八部他们闻到，这个不是假的。释迦的手有没有常出无尽之宝？有，身口意都有。啊，无尽之宝是什么？是经教啊。无尽之宝不是他给我们的，是我们自信当中流露出来。啊，我们自信为什么会流露呢？自信本来迷了，世尊帮我们开悟了，啊，将我们这个迷关打破了，帮助我破迷开悟，自信里无尽的宝藏就流出来了。
是这个道理。这里头没有迷信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自信里头本自具足啊！只要一打开，它就向外流啊！这个不是假的啊！而且佛说法的音声，遍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现在六根有故障，眼看不到，耳听不到，身体接触不到。如果故障通通没有了，释迦牟尼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我们看见，而且看得会很近，好像就在面前，他说话的声音我们听得清楚。啊，这都不是假的。啊，现在的科学发明电视，发明网络，啊，有一点相似这个境界。啊，其实本来都有，不需要借用这些科学工具这么麻烦。啊，心里面想见，境界就现前。想听他就能听见啊，确实是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啊，所以遇到这些经文啊，如果是不了解这里头的道理，就变成人家讲迷信了啊，讲这神通一般人不可能啊，这真的。佛只要给我们智慧，智慧带给我们幸福，带给我们一生的圆满。啊，智慧帮助我们化解灾难，决定没有后遗症。啊，佛法没到中国来，老祖宗传给我们这些道伦理道德全是心得，都是自信流露的啊，这个东西不深的，讲清楚了人人都会懂啊，它才起作用啊。五伦是讲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都说清楚了啊，关系应该怎么相处，那就是德行。关系是属于道啊，是自然的，不是人创造的。啊，如何将这些关系落实在生活？这是德，即父子。是道，亲爱是德，父子有亲，亲爱是德，遵守道德，
永恒不变。你过的这个生活就是幸福美满天人的生活，君臣有义，君臣是道，领导与被领导，这自然的。君仁臣忠，这是德。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里头有道有德，道德里头有五种决定不能够缺少的，须臾不可以离开的，从起心动念到言语行为就是无常，常是永恒不能变。这无常是仁义礼智信，在佛家讲就是五戒。左传上说，人气长在腰心，这意思是什么？人要把这五常丢掉，这五个字没有了，这个社会上就是妖魔鬼怪。不仁不义无礼无知无信，这现代社会人做好才能升天呢。做人就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没有了，不是人了。将来到哪里去了？三恶道去了，这多重要啊！所以这全是属于心的。中国古老的文化，我们把它归纳最简单的，就变成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我们有理由相信，沉船决定不止一万年。我们曾经认识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是道德起家了，只是最近两百年疏忽了。外国人用武力侵入了中国，中国一些政府领导人疏忽了，无知啊，那什么慈禧太后，我相信慈禧太后没念过什么书，所以他轻视中国文化，他轻视佛法，自称为老佛爷。清朝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把佛供养在高高在上，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佛上面去，他是老佛爷，其他佛菩萨都要挨一身。这个头戴得不好上行下效上面领导人不尊重，下面人跟到就疏忽了，
沉静的心啊，慢慢就衰了。啊，清朝末后的一百年，衰了。但是还有人讲，讲的人还不少，但是没人学了，真学的人没有了。那到民国，民国到今年也是一百年，这一百年就更糟糕了，你讲的人都没有了。所以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非常陌生呢、啊，没听说过，这个麻烦可大了。啊，所以现在要想把中国文化再复兴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怎么才能复兴呢？首先不能让它断掉，一个两个人继承都可以。真正复兴也总得要两百年，你丢掉两百年再起来至少要两百年。啊，两百年是五代以上啊。啊，一代一代成传，一代比一代好一点。啊，真正复兴没有两百年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桩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急不得的，都要慢慢来。啊，那么今天最大的困难，就信心丧失了，怀疑，对老祖宗东西怀疑。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信心失掉了，仁义礼智信，信是最低的一个标准，这个东西丢掉了，问题来了啊。古人告诉我们啊，讲我们中国的道统，三皇时代以道治天下，五帝时代道就行不通，以德治天下。啊，三王时代夏商周这三代，三代大概是1800年，啊，夏400年，汤600年，周800年。2400年，以仁治天下，啊，道德就没有了，以仁呐。周朝末年有500年乱世，春秋战国，啊，孔子、老子都是那个时代生出现的，啊，那时候讲霸道了。讲王道的少，讲霸道的多了，啊，特别是战国。但是霸道他讲义呀，啊，秦统一中国之后15年亡国，汉取而代之，啊，汉武帝开始。用孔孟学术，用礼治天下，一直到晚清，道德仁义礼，礼要没有了，天下就大乱了。到民国，礼没有了。啊，你看现在，政府公务人员穿的什么礼服？西装，外国人的礼服，中国自己没有了。啊，
中国各个朝代都有礼服啊，而且礼服是士农工商，它有差别的啊，让你穿上这衣服，大家就晓得你是什么身份啊，便于对你敬礼啊。现在没有了，现在跟外国人学了，外国人没有礼，学什么啊？所以今天乱世啊，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见过这么混乱啊！现在怎样慢慢的恢复啊？那必一定有大灾难啊！这个灾难是清除落素，慢慢才能够恢复正常啊！这是我们从因果、从历史上来看，它不能避免啊。美国布莱登虽然说得很好，但是不能实现啊！如何叫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做不到啊！啊，做到没事，灾难可以化解，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在心理上啊，就要有个准备，如何来应对这个灾难啊？我们修净土的人要真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灾难真的来了，我们可以求生净土，真正可以往生啊。如果我们还留下来，留下来了就是上天给你任务，你要来收拾这个残局，你要发大菩提心，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心里要有充分准备，要非常非常努力啊！这三句话不能不做到啊！用佛法说，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这就能自度度他。好，现在时间到了。